这样，我把瓜绑一下，吊起来吧瓜，让它当跟那个啥一样，豆角一样，让它上架。挂上架，这就叫挂上架。天热的时候绑了脆得很，现在天凉了，我们给它绑上，绑上它就不脆了。西瓜，这是西瓜。直接尽量是绑上去的。那你不这样绑，咋绑？香菜种吗？香菜种了，菠菜、油白菜都种上了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来来来。啊？需要。调往那边的瓜多疼，那边不需要我太不好意思了，这么痛苦。挂到这上了，哦。把我们瓜吊起来，以后袋子里面装瓜。他有他袋子吧，可能。嗯。嗯，一棒。谢谢啊。让再给我往上上。再过两天把这一个架子绑掉。再绑一个架子给他。那就是。这里面种的啥？那是那柿子吗？这那种黄萝卜，你采过来采过来。啊，这已经种上了。啊。采过来采过去也不出来，你这个。你黄萝卜没出来啊？那天才种的，我们那天。你家反应都没有吗？该出来了。黄萝卜不对劲呢，牛皮呢。你把我当傻子了，我还不知道酸甜呢。我说拿出来了吗？我咋没看到？我说。能吃呢。边边出来了是吧？不出来。啊，不成。有的可以吃，有的还。别把我当傻子，我。不是你这瓜别上去，到时候承受不住，下不来是不是？他那个头，他那个下来了瓜啊，上去他就下来，可以下来。这下不来，到时候辛辛苦苦搞了一下，夏天秋天没瓜吃了，又跑到姥姥家偷瓜去了。这就是搞实验嘛，要成功的话就是好事啊。应该弄上几个不往上挂，知道吧？哎，都挂，都挂。我们今天把这个瓜嘛包起来的原因有。做个实验，他们打棚的时候瓜都吊起来了嘛，我们这个不打棚，我这样子吊起来看看，瓜不在水里头，要不然底下光坏瓜，这样刮起来它可能不坏，不容易坏啊。我的估计可能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现在就想这个它熟不熟，我们得先弄它好了就好了，明年就开始年年就这样搞了，不好的话再说。明年也没种瓜的园子了，就今年一年。瓜的产量好像是六七吨，嗯，这样子叉子也打着，打叉子去，瓜让它往高里长，底下不让它结瓜。嗯，看这个场地瓜都结了。啊，梨瓜就两颗，这是甜瓜，嗯，这甜瓜甜不甜？这就是哈密瓜的种子，甜不甜嘛？甜不甜我不知道现在。我说甜，你们说以后说吃了完了以后，你们说不甜，哎呀，把我就弄得寒死了，不，干死了就把我。面子问题也给你说甜了，面子问题啊。要是给面子还可以，面子问题有三强吗？我们种啥豆腐？冬天的大豆。我们这大秋天呢，种啥的大蒜。现在我们自己蒜带也出来了。那就再让他带几个绳子来。回来干嘛？